你那细啊，五岁都袂晓。你五岁都，五岁都。爸爸在鼻头卖什么？哎，这样。来过来，我发工，红鱼500块，红鱼500没人买。然后他的客人就是我。哎，今天三百就无人来买，三百300块了。300块来一瓶啊！五岁没有尾鱼啊！你们大家拢平就会鲨鱼哦！哎呦！啊，五岁啊，拍麻将呗！我十四五岁了，你使钱？你十八岁了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三百，啊，五岁啊，拍麻将呗！五岁尾鱼啊！哈哈哈！有了，听着点滴滴啊，我们会啊，这是要拔下来。进来，够了不啦？好，不要钱了。够不啦？够不啦？卖啊，你们干啥？还要用吗？不能喂啊！你敢没有妈习惯？那黑粉那谁？你敢没习惯？你习惯五百啦。要五百，头前要五百，好啦，500块来。姑姑的，姑姑的绰号叫欧肉嗓。老，你啥位呀？姑姑的以前绰号叫欧文君。哎呀，这个呀，鸡五小魔女，是啊。秀露，我秀露是啥？哎，还有两个。他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哎。等一下，你要当他女朋友，很想对不对？很多人在排队哦。我本来卖凉糕啊啦，卖菜啦。过来过来，不然我卖凉糕啊啦。三阿姨在用找我找个布。凉糕。是啦，过来买无？哦。不能连8块鸡啊，卖凉糕。你有看到什么影片咧？卖凉糕8块鸡对吧？像抖音咧，我知哦。哎，千来，三百一大位卖完。抖音直播对吧？我知哦。伊就是抖音直播迄个啦。我想我知。啊，是他妈提一粒卖凉糕对吧？三百一来卖两块，八块六。错错了。打错了。大破啊！大破啊！大破啊！大破！你吃好味看卖，来四只300块了。来300块来，来我300块。四只300块来。再几两吧。300块来，他没有，他没有要交女朋友，他就交女朋友很麻烦。三百一就要存7500，我认为霸王了。要没花，警察没花。他说每天面对我们两个就很烦。对，他觉得女生很麻烦。那几位几千啊？啊，这上面一样。哎呀，他带你带了3趟，带我1趟，带他一趟。他这样就没时间打麻将了。贵人为八位，哇！有没有人吃木鱼？来两位八位来。那仔阿妈，阿明阿伟。什么鸡？那仔阿妈。这边有一千。来至少包200块。我这边有一千的来，一包100块了，这个沙沙等等的在。金线鱼，哎，过来要有钱无啦？家讲你炸菜，你啊超市哦，一包快炒店就对了，一包吼做三分做两分啦，一份菜个二啊五至300，过来来一包100块了，100块，加加，啊过来要有钱无？100块啦，哎100块，哦100块啦，100块啦，哎我100来，100块，100两无人来，3杯中奖啦，都无人来，加加，哦100块了啦，过来来100块，好啊。100块，好啦，过来。不过多少钱？多少地方？
800，太过会有人来不来？我招一个，这几箱的啦，鱼肚800，几箱的，来，几箱啊？我招三个人提不回，我完掉了。鱼肚被压着。三个客人啊，麦克开一箱，这几斤太过会输。鱼肚有啊，奇怪，跑去哪里了？小姐太过些。看一下鱼肚。这吼有的软壳的是外壳换壳的，鱼肚跑去哪里了？换壳外壳的，这种。我靠的哦，你又卖个贝壳，有鱼肚，规只拢用钱做减肥，互伊用壳来食。哎，这你外口买无这种软壳的，这种软壳的哦，肉较订单较 Q 啦。有人来无？我招三个客人就啦，三个人起码讲开一千，开800、700、600片啦，卖500块了，500块，快人要泰国虾，泰国虾500块，这大堆泰国的500无人来，泰国的这大堆500块，500无一块。泰国的500块无，500块少一个500块，500这届500，两届500，谢谢。有人来我收，这种物件免去讲了，500块少一个，500块，把人要泰国的，无。好来，等下过来，再来过来。恁个食什么东东啦？今年？你看你在上几摆啊？因为这位鱼哦，称啊鱼，称啊，对，称啊。
正床啊，伊正床啊，伊着死啊！正床啊，伊着死！你即摆叫吼，食鸡鸡哦，收精。遐一个床啊，伊哦，油脂较侪。你注意看伊底哦，拢有油花，拢油花。哦，哎呦吼，你去啊，东港试一地外销，你去问看卖，伊啊是点样开外百块超过？上买两地三地哦，记得，一人买三片啦。上买三地啦，这三地要开偌济？开一千，开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五百块了。来来，你试下讲来。剩搁一袋互恁啦，五百啦，五百，贵伊啦，剩啊是五百块。较薄哩，等于个切啦，这厚的等于较好处理，你伤薄等于，我都处理了，后尾煎了唔是，要炒唔是，这伤薄等于炒着。来，牛排。要第一盘，第一盘，第一盘来啦，凊彩有同款的物件。我下骹阁有迄，阁有啥物毋知倒位腐肉，迄就搁较愈贵。哎，你共款来一袋、两袋、三袋、四袋，阁百块啦。啊，阁若要鲑鱼、青菜鱼无？我要青菜鱼啊吼，鲑鱼，我无人来，无人来。你要食啥物鱼啊来？你要食这牛排。玻璃鱼吗？有有有，心动不？好，五百咯。我冲啊！这什么洗出来卖五百了啦？怀旧的牛肉卤啦，这只大包啦，一包两公斤啊，两公斤哦、啊。我看卖。哎呦，这客户做的呢？啊，1.5公斤的。对啊，漳水路一段的。哎。要死我了！这只五百了嘞，这只五百了。这有人来问我问白相，这包相来啦，1.5公斤哦、啊。啊，正阿买拢一公斤尔，只有人来无正买两包。有蛤蟆吗？好像没有诶、欸。只有人来无，我问者。因为好像。你去外口啦，食羊肉咯，牛肉咯。他没有摆上来。伊内底有。感觉好像没有蛤蟆。种伊只有专工改做诶，改做起来卖。我问者正买两包，你去我食一鼎羊牛肉咯，就对啦，一鼎啦，六包。章鱼脚油。牛肉。哎呦，好啦，一人买两包，卖开一千，开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变啦，五百块了。别人要食牛肉卤诶，怀旧诶哦。你七十岁吃就变八十岁，他不是怀旧。包五百，还四百了，过一包两包好了，过两包三百，那两包三百可无人买，我做了。啊，什么食的？比人大牛排啦，对不？这高的，但每一块的重量拢同款。大家重量拢同款啦，这我一袋，即摆我卖四啊五四百啦，上买三袋，剩下同我千二啊，五百块了啦。哎，你大袋重量拢同款啦，每一片的重量都一样。伊这哦，较大袋就较薄，较细袋就较厚。好啦，个人来话啦，这三袋五百块了，五百块。比脸大牛排，无人爱哦。这纽西兰的呢？纽西兰的无人爱。无人得。这种物件，恁个石头你爱袂？这种物件真正的料啊！哦，真真。我讲，人去食沙地就开偌济，你知？沙地，沙地要1000多块吧？沙地要1000多块。还够人来无？500块。3块大概要1400。够人来吼，500块五百块。这牛排才水过来。多利来，多利来。什么多利鱼诶？这多利鱼哦，还佫介绍无？这啊，餐厅铁板烧人去用的啊，完全无骨无刺，一支骨头一支刺拢有啊。等于炸蒸啊，打蒸用煮啦，煮汤用炊啦，煮糜拢会使啦。一包一百，超市280啊，两包卖280，两包哦200块。多利鱼啦，还佫人卖无？两包200块，这两包300块。一根骨头一根刺都没有。你等于吼，你啊幼鱼啊、红鱼啊、老花啊，70-80岁袂行迄种的，你甲煮这哦。煮糜哦，食够有营养。个人也无食，买两包200块，了200块。来，200块。一斤骨头，一斤翅拢无啦。包。你原来价就入口是我无。包。一包100块啦。啊，谢谢啦。你的也好啦，100块有人爱无？买一包是吧？包。两包，一包。啊，个人爱无？最后就剩我包。一包了啦，一包了啦。所以有超市，即摆一包卖100倍啦。较早超市拢卖90啦，即摆起足个，即摆我超市卖800块。够人来无？够人来，100块100块，100块，100块再来。来100块，来100块，100块要下来。
头前个一个啦，玻璃鱼啦。这人喺餐厅人去做鱼柳的啦，正正的做鱼柳做痛苦的，这啦。一包一百块啦，一百块个人哎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，无啊吼。哎，今日三千三百几片啦。地，红条要对价。这个红条是上贵的好条，一千块呢。最后一只够一千五人来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剩一只哦，一千块，无人来了，正好条呢。好酷哦！来，先要食沙茶牛的。这东西最简单，炒芹菜对吧？这边搁调味啊，你芹菜切切的哦，蒜头落去欠芳，芹菜落去炒一下，你肉甲炖着，炒好烧干的，这个最简单嘞。超少最好超啊，餐厅炒一包要卖300块啊，两包卖600，三包啊400哩，我少一200块对吧？200块，把我沙茶牛的200块，200块，无人来买起来了，放出来。几多一个？有啊，几只的鸟？几只的啊？来，来，来，来。三百。你用这个在规定多少？听哪边？哎呦哎呦，一只三百。啊，这个。这个这三只一千。这三只一千块。啊，一只好多。一只3块。我呢，我来讲的，共我弄一只300块了啦。一只300块。红条啦，没有啦，红条。放右手。要一只，野生黄金仓，要几只？一只对无？一只两百来，个人个黄金仓哦，你两只，来两只来。后边边一只。哎，还佫啥来？佫一只来，佫黄金仓无？金仓鱼多只。将军，你要装一脚三份。还佫人来无？鱼大只，一个人章鱼脚三份哦。哇哦！还个螃蟹啦，这是个螃蟹啦。这下冻着，等下一定会给煮了。我讲，这直接给你面煮哦。等其实，章鱼脚三份是900哦。我看一下章鱼脚剩。永俊也要章鱼脚300，湘俊也要900。不错。来。等一下，什么虾仁卷呢？哦，200块来200块，来200块。不说他。好变啊变！最近有人留货不会来拿哦，所以我要小心点。200块。湘君，等一下，我确定一下。应该可以，湘君的这个账号应该 OK。我判断应该 OK。来个200块，不啊？来。Hello， 军工你好。哎，100块两条。我你买100的啦，我你买100的哦。过来买不？过来好，来捧过来，捧过来。来，咸猪肉还有什么咸猪肉？咸猪肉来后面几条？200条，过来200条。过来要咸猪肉不？三条，一个两条，一个三条，两条，还有几条？还有三条呀。
还有几条？两条。